大家好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新年，我生活在日本的，我来自中国香港，大家好，我叫韩晴，今年70岁，38岁，在2020年的一月。安满好，我是南京电锥馆爱好者，晚名如果爱，现年59岁。在这期间，我自学过葫芦丝1年。自从参加安逸爸爸电锥馆学院学习以来，可以说我从音乐知识一无所有，到现在所有的有所收获，离不开安满指引我一步步走上台阶，也离不开安满把我从一个个坑里拉出来，让我慢慢填平了以前留下的坑，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，从而提升了自己的音乐素养，加深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认识能力，明白了学习电锥馆正确的路径。所以再次感谢安满，除了授予我们知识，还教会我们如何去做人，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到最好的自己。我特别期待安满的大作早日出版发行，音色专栏早日开课，加油，有电锥馆的日子一定会很幸福的。